definitely gonna use this mini camera to film my videos today. So, good morning! Today's weather is looking beautiful and it's not raining today, so I'm getting out to get some sunlight. See ya! Hello! 我现在已经很好的准备了，出门了，我要去进入一个展区。现在出去呢，就带着这个小相机出去，然后我今天是要搭火车去 New Market，等下见哦。到火车站，现在是12:20的火车，现在12:14，刚刚好。 食物耶！今天这个是什么啊？你帮我点的 ，Hello。然后 Sophia 点了，看一下，lamb，好吃。这位叫 Sophia 是我的大学朋友，嘿嘿。看一下这边，这个 cafe 很小吧？其实这里，哇，很多人呢，好香哦！我的妈呀，它是 Hello， 我们刚吃饱，来，恭喜。 拍一下。我们要去喝咖啡。下雨我都在拍，还在下雨，还在拍。哇塞，哇塞，越下越大。这里的天气是下雨，也没有人拿那个雨伞。还有蓝天，你看，蓝天还下雨。 是第一个出现在我们的，有什么感想？开心，终于要开心，所以我开始拍哦。我今天早上去那个靠道，然后我姐姐说去靠道也要拍，我看你是发神经了。对，我就用手机随便拍一下。很多人都记录生活，对呀，挺好的记录嘛，对吧？对。我们现在要去 Candy Shop 隔壁的一家咖啡厅喝咖啡。 在哪里？它是。我们现在进来了。Hello， 很美，后面超漂亮。Second round， 看一下，好多人都满满的人。我们打算叫咖啡，还有叫 cake，耶！ 我们对，不是吃饱 ，second round 吃饱了，是甜点咖啡，两个增肥的女人，然后我们现在对要回去，还要回去开会，我呢是一个，我陪你去，哎呦，这个好过啊，我是无业游民，对了，今天不用上班，所以我们要，今天不用上班，day off， 然后，OK 啦，今天就暂时这样啦，结束好了，拜拜。
focused on? Hi,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现在刚从外面回来，也不是刚回来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现在天已经变黑啦。我刚刚就忙着把那个照片从我今天拍的 video 从 GoPro 里面 transfer 去电脑，所以我可以 edit 开始 edit video。给你们看一下我刚用的相机，就是这个。不知道有没有 focus 到，我不知道这相机有没有 auto focus， 感觉很像没有。因为这架相机现在就是用着正在拍着我的相机，是一个四年前的相机啊，现在是2020年。这相机大概是2010年买，最近没什么用，因为之前常去旅行的时候会拿去拍照，所以为了 make use of my cameras， 我决定开始拍 vlog。还有就是偶要感谢我姐姐把这个相机给我，这个是 GoPro， 然后是我姐姐的相机，她就很好心的把相机送给我了，也不是送，就是借给我。然后因为我就最近想说拍 vlog 嘛，我觉得 GoPro 还蛮方便，小个又。Easy to carry around。因为它也没有什么用，这个 GoPro 讲真的，你买了没有用，放在那里就等它，好像过时这样。因为现在这 GoPro Hero 4是2014年出的，它的是现在都已经出到GoPro Hero 8，现在已经是2020年。然后我刚才看，就是我之前看我这个相机里面的那个照片 ，last photos taken in 2017，然后已经3年。来说一下为什么我想要突然决定要开始拍 vlog。其实就是我想要把更好的回忆拍起来，至少可能过了几年，5年、10年过后，我看回去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回忆，我会知道啊，我25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就很像我现在25岁，然后我30岁看回去的时候，我会发现哦，25岁我都大家经历过了这场 pandemic， 都经历了这个 lockdown，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记录 memories。因为之前 New Zealand went into lockdown for 4 weeks， 所以 after lockdown 过后，我们就开始回去上班了。一个月没有人买东西，所以整个 economy 整个 market 都是很慢很慢很安静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六月份开始的时候那个 sales 还是蛮好，因为大家很像待在家太久没有买东西，然后突然间六月的时候大家就啊终于解放了，有钱可以花，之前弄到的都是有钱在家有钱都没有得花，现在是六月份开始大家都狂买东西，所以那个 sales 是这样子那样 spike 上去，可是七月份又慢慢在下，所以其实7、8、9月是比较关键的月份。因为之前 sales 这么突然间起这么高，也是因为大家太久没有买东西，然后突然间想要买，所以希望那个 economy 变好，因为它真的是不简单，因为外面也很多公司都裁员啊，然后很多人都失去工作，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可怜的，蛮严重啊，现在，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至少还有一份工作可以养活自己，有前进就是有饭吃，有饭吃才可以跟朋友出去吃好吃的，不然的话，哎，真的太惨了。还好还有一份工作，所以我是很感恩的耶。然后想拍 video 记录回忆，3、4天吧，我现在很得空，所以拍一下 video， 我还有时间 edit 一下 video 这样，然后还可以把 video upload 上去 YouTube， 带更多朋友可以看到。等一下，我朋友也很鼓励我拍，就是讲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在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自己也是蛮喜欢拍片、拍照的人，然后希望可以拍出更好的影片给。这里，现在出去啦，去吃东西，不知道上哪吃。可是通常到晚上是 family dinner， 通常都会他们会选那种吃东西，所以应该不太难吃。可以看，噔，哦，来哦 ，lift， 这样快。晚上的 OOTD。想要出门再妹妹 ，OK。信，
现在已经到了空间内。 这里好多灯哦，我们今天要来这里找东西吃。